个动作，正面口令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第一组动作，重心往左旁侧，然后我们的右脚膝盖弯曲，眼神看我们的右下角，右手呢托在我们下巴的下方，左手在胸前打开，注意手是摊平的，与肩膀同宽，眼神看右旁侧，好，身体面向右旁侧，一个小五花，直接转身回到正前方，然后手打开，重心在后方，头微微的往上仰，接下去呢，重心向前倾，重心向前，向前，单手打开，再打开右手，一个小五花，低头，好，再看我们的正前方，慢慢的留头，看到正前方，注意左手是手臂弯曲，右手打开，好，我们背面来一遍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们要注意最后一个造型动作的时候，头部是往右旁侧啊。好，我们要注意一下。第二组动作，正面口令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二组动作，首先看我们的重心是往下沉，身体往左旁侧，然后我们的两手是托掌，托掌的时候注意手臂是半弯曲的啊，手心朝上方，眼神看手的方向，好，我们来一遍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，注意头部也是微微的往上仰，好，两手打开，再一次，二，接下去呢，重心往右旁侧，右旁要往左提起来，两个手背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的时候左旁腰在右，注意眼神看右下角，好，然后铲腕，两手往我们的胯侧旁侧铲腕，眼神看左下角，注意右手高左手低，右脚往后撤一步，一个留头，好，单手打开，眼神看正前方，上左脚，身体面向45度，两手注意像捧着太阳一样，两手托掌，再上右脚，右手在你的眼前拉上，好，往后方撤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注意三、四的时候，我们身体是往后45度，
向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眼神看右下方，出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注意一、二、三、四的时候，我们的右手是朝正前方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眼神呢要随着手的走动看出去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转身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七八的时候注意手心朝正前方，然后身体面向我们左45度角，眼神看左45度角啊。还有，我们转圈的时候，左手是画一个绕圆，好，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胯前，背面口令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三组动作。好，第三组动作呢，首先我们眼神看正前方，两手呢上到最高点，回到后方，注意手是同宽的，然后一拍回到我们的正前方。好，我们来一遍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三四的时候重心往左，三、四，上左脚，手呢往我们后脑勺慢慢的打开，手最后落到我们的胸前，出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身体往后45度角，转身，一个流头，慢慢的打开，注意就是用旁腰慢慢的打开。好，我们背面来一遍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注意，我们手转身的时候一定是在你大腿的外侧，好，上到最高点，然后双手同时落下来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结束动作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右脚往右旁侧打开。好，左手是托着，然后眼神看左45度，右手注意是斜的啊，左手托着啊，背面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的夏，昨夜又是一场春意，谁站在窗前想念远方的他。草儿翩翩葱绿，水儿轻轻流淌，眼前又是一幕诗画，他却在停下拨动忧伤的琵琶。每当这微风吹过额头白发，他就成了心中那回不去的牵挂。谁总是抓一把红